31号吴旻軒小朋友是，他一上场就觉得这小女生好可爱哦，看他打鼓一定是很舒服啊，确实真的是，打得也还蛮不错的。但是我觉得他在力道的控制上，大鼓跟小鼓的平衡上，可以再多一点的，训练，是让啊那个声音的平衡点可以达到，不会一大一小，感觉那个有点重心失衡。第二点就是，他有很多的地方可能就是拍子的掌握度没有很好。我觉得这一点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跟音乐一定要要求我们自己的声音，跟原始音乐里面的鼓声的重叠性要很高，让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去达到演奏。谢谢。